上厕所，求组队。走。你带纸了吧？带了。我也去。我们要去鲁艺吧，你也去。灰姐鲁的一手好广，可惜没有广。铁蛋，教你个泡妞秘诀。什么秘诀？以后遇到喜欢的女孩，一定要上去亲一口。这能行吗？能，如果她对你有意思，那你俩不就成了？要是没意思呢？管她呢，反正你都亲过了。请问你是不是学计算机的？是的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是不是你家电脑坏了？看吧，我就知道这种背双肩包的是学计算机的屌丝。师兄，刚才谢谢你哦，晚上我请你吃饭吧。不客气，改日吧。改日？你做梦。我每次大便后都要纠结是用左手还是右手擦屁股。你太恶心了。那你用哪只手啊？这要取决于我哪只手拿着零食。